好，接下来看到竹田派出所副所长林先贵、警员陈志全担服联合查勤务时，巡经台九线293公里处南下车道，发现有人影在行进，随即将巡逻车缓缓靠近来查看，发现一名男子提着物品独自步行。为了避免发生意外，原警是下车来关心。竹田派出所副所长林先贵、警员陈志全担服联合查勤勤务的时候，巡经台九线293公里处南下车道，发现有人影在行进，随即将巡逻车缓缓接近，并且查看，发现了一名男子提着物品独自步行。为了避免发生意外，原警下车关心。经查家住台东的中民，要前往桃园探视姐姐。为了切迷途于道路上，于是本首先用手机协助查询列车班次，随后将中民再送至池上火车站。原警知情后，开启手机协助查询列车班次，发现20分钟后有一班火车停靠池上火车站北上，原警就将中姓男子再送到火车站，并且告诉其他密切注意列车的资讯，不要再坐错火车。抵达池上火车站之后，中姓男子向警方诚挚表达感谢之意。这都没有转车啊，你就是到那里的时候，看你要再改变路，哦。玉芬局长林俊廷勤勉，原警出勤时应该要秉持着同理心的精神，积极的服务社会大众，市民如亲，真正困难的民众将会感谢警方热心的帮忙，心中也会烙印警察优质的形象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